一百个阿伯，一百个阿狗，二百。咦咦，阿安，又有新挑战啊？雷博士，吓，我冇，我为咗呢个单手掌上压做准备啫。呢个好难噶噃。咦，雷博士，唔知有冇啲咩 tips 可以过两招俾我哋咧？梗系有啦，我哋过嚟先啦。好啊。由于单手嘅掌上压咧，你只得三点嘅支撑啦，所以你手放嘅位置咧就要自己调校下，稍微偏中间少少啦。咁另外两只脚咧就稍微分开啲，令到我哋成一个稳阵嘅三角形。第二个重点咧就系都需要咧系相当之大嘅力量噶，咁所以要预翻啲时间循序渐进咁嚟锻炼啦。大家有雷博士嘅 tips 就知道点做啦。